每一日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八月初三，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十安尼讲，若是敬虔兼知足，就是大利咯。感谢主，伊应允咱，咱若是敬虔佮知足，伫万行事，咱会通得到大个利益。三个来祈祷，互阮生命知足个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阮真实敬拜对象，是阮全心挖苦个主。祝你互阮知，你互心内渴慕个人，通得到知足，也互心内妖怪个人得到饱。主啊，你有应允，我的心若亲像鹿，嘴大羡慕你，你就要予我通满足。主啊，我的心若对你的话摇摇，你就要予我得到好米够饱。主啊，我恳求你，让我时刻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真实的听来听你，让我日日在你的风声里面通知足和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用敬虔的态度来过咱的每一天，让咱有知足和快乐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